再一个吗？要不要再一个？好吗？再一个好吗？好。那为什么他会把它原来就切成六块？也许你说几可是一般人是这么小块，怎么回事呢？那我们的话都是一整块往嘴巴里面丢进去的，那么小拿起来都碎了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喜欢，人家送我的。来一个吗？好吗？要不要？还要吗？阿燕还要不要？不要了，休息吗？好，休息。休息了。好。对，他摇头了。哦。老师，你试一块试试看。我。你喜欢这腿。我现在不喜欢吃这个。哎，那我妈不吃的就是我的。我那时候照顾我妈的时候，也是，有饭有多的，通通都是我吃呗。中餐也都是这样。奇怪，我怎么没有变胖？你们家是体质吗？安泰，你们家全部都瘦瘦的耶，而且都是很瘦。吃饱了吗？有，吃饱了。哦，好棒。剩下三片，也是我的。吃饱了，收摊了。吃饱，老板娘，收摊。这是什么？在那里。这不需要再喝了。那个看，哦，还是看你要。你等一下就带他回去嘛，对不对？他如果回去休息啊，你就回去休息了，这样。嗯，像今天的话，我会再跟他拉拉脚，看我一下。哦。他们通常啊，就是需要有一点少量多餐，他们一下子没办法吃太多，可是他们可以分批。嗯，擦一擦，帮你擦着，好，擦一擦。这个碗。好，那我们回去喽。OK。哎，那个单子，那盖章。盖章。对。好，这个碗。好，那我们回这些茄子还有留个两三小块的地方。嗯，当这是茄子的时候啊，我记得他还有留个两三小块。嗯，啊，今天嘴巴柯南能跟你。